主演，不好意思哦，今天请你来我家玩，还让你陪我当一下社区小志工。没关系啦，我也是我们家社区的志工啊，社区的事就是大家的事 ，OK 的啦。嗯。哦，关于啊资源回收的部分啊，我们分类的很完善，但是厨余的部分希望大家能减少一点，哦，尽量不要浪费食物。接下来有没有临时动议啊？哎，永慧，你们社区听起来很环保哎。那当然，有我这么环保爱地球的小助理住在这里。哦，那如果没有问其他问题，我们就散会吧。散会了，嗯。永慧，谢谢你哦，今天在担任小志工哦。不会啊，朱伟叔叔，而且我今天还带了小帮手哦。嗯，朱伟叔叔好，我是朱妍。哦，你好，嗯，那个场地就麻烦你们帮我整理一下，那我有事先出去一下。好，好，好，拜拜，拜拜。朱妍，你先收一下垃圾，我去擦白板。好。永慧，你不是说你们社区很环保吗？对啊，怎么了吗？那怎么连开个会都用了这么多的杯水跟保特瓶，而且还没喝完？哎，奇怪，我们社区明明就有饮水机啊，怎么会这样啊？呼叫呼叫呼叫妙博士！他是妙博士，博学多闻，深谋远虑，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。还经常会有奇妙的点子，他身边有一群助理，大助理、环保志工、科学高材生，追随博士多年，环境科学考不倒他们。小助理正义感十足，好奇心百分百，但偶尔也有偷嘴的时候啦。现在就跟着妙博士团队一起进行爱地球的任务，出发！有了这份陈情书，我们的诉求一定会被听见。嗯，没错，来一起喊抗议有理，反对成立，抗议抗议抗议，反对反对反对。嗯，哎，永慧主任，你们在抗议什么？该不会你们要参加什么政治抗争吧？哎，你们年纪还这么小，千万不可以参加那么危险的活动。嗯，不是啦，我们是为了地球而抗争，为了这个而陈情的。嗯。因为我们社区在开会的时候啊，都会发放矿泉水还有杯水，超不环保的，所以我们才会想要跟社区的委员们澄清啊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这的确是该做些行动，让大家知道包装水对地球的危害。嗯，永慧，我们来练习一下吧，不然上台澄清时被住户考倒就糗大了。西安哥哥、苏晴，你们来当一下社区的委员们，来看看能不能被我们说服。嗯，好啊。各位社区的委员们，大家好，我花永慧是这个社区的一份子，为了社区，为了地球，请你们听我说。嗯，各位知道台湾每年制造的瓶装水空瓶大约有多少只吗？知道，11亿40万只。是的，11亿40万只，串联起来可以绕台湾223圈，可以绕地球6.3圈呢！哇，多么可怕的数字啊！为了制造这些瓶装水，原料加上能源，台湾就必须消耗将近175万吨的原油，哎，175万吨，哎，都可以提供13万辆车子加油一整年了。就是说，石油可是很珍贵的。嗯。对啊，石油很珍贵啊，可是我们都不珍惜啊。嗯，接下来制造一个瓶装水，从制造、包装到运送的过程中，你知道这总共排出了多少公克的二氧化碳吗？多少公克啊？嗯，400公克。400公克。对，而且制造一公升的瓶装水，平均就要消耗17.5公升的水资源呢。嗯，你们都还记得前阵子缺水的危机吧？
记得。为了我们最宝贝的地球，为了最珍贵的资源，请大家拒绝使用包装水，谢谢大家。谢谢大家。朱颜，我刚是不是有数据讲错？没有啊，你背超熟的。可是为什么他们都没有反应啊？我知道啊。评审，请给分。60分。哈？60分？怎么这么低啊？对啊，刚好 pass， 低空飞过。朱颜、永慧，你们陈情书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啊？主要就是希望大家不要使用包装水啊。那就对啦，但是你们讲了一堆数据，我想那些居民应该会，无感。为什么？我亲爱的小助理，我知道你们真的很用功，收集了很多很多的资料，但是光凭这些数据还不够。如果你们可以再加上从消费者的心理层面去着手，会更具有说服力哦。心理层面，没错。你们知道现在人最害怕什么吗？我怕鬼，我怕变胖。是怕生病又怕花钱吧？我知道了，所以要先从包装水对身体的危害，还有浪费钱这两个方向哦。这样就对了。对耶，宝特瓶用久了有害身体健康，现在网络上也都有在传哦。什么小女孩啊，连续使用宝特瓶16个月，结果让10亿人震惊了。结果让10亿人震惊？永慧，你也太夸张了吧！哎呦，就现在网络的流行语啊。身为小助理的你们，怎么可以相信网络的留言呢？应该要查明事实啊，拿出证据才可以说服别人。是。可是说到浪费钱这件事啊，一瓶水就20-20块啊，对大人来说只是2个铜板的事情而已，他们一定不会觉得怎么样。来，永慧，你买这个面包多少钱？20元。那如果我卖你50000元，你要不要买？50000元？里面又不是包黄金，卖50000元谁要买？哎，你这样说就不太对了，因为那些买瓶装水的人就买了。哈？没错，我们的自来水呢？一度是1000公升，单价大约7.5元。如果我们花一瓶600cc 的瓶装水20元的价钱，其实我们可以买到2667公升的自来水。你说我们喝瓶装水是不是像在喝黄金一样啊？还有，别忘了那时候95无铅汽油赚到30元以上的时候，每个人就叫苦连天了。但是一瓶瓶装水就要20元哦。对。不比较还好，一比较，天哪，这瓶装水比石油还贵啊！对啊，可是很多大人会花钱买矿泉水，就是为了不要喝到自来水啊。而且不是说有的矿泉水来自天然涌泉，还有什么珍贵物质的？那些水真的来自天然涌泉吗？而且那些水真的比较好喝或比较营养吗？根据台北市卫生局2014年8月份针对了包装饮用水的调查，一共抽样了37件，分析了其中24件，就发现其中有10件的水源皆为自来水。这表示什么呢？看起来大家对自来水跟矿泉水傻傻分不清楚啊。到底宝特瓶的瓶子隐藏了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？到底宝特瓶是不是危害人体健康的一大杀手？你也像我们一样好奇吗？你也跟我们一样担心吗？身为小助理，当然不能只是听说。没错，你说他说听说，还不如让证据去说。所以现在我们要去找证据 ，Let's go。严医师好，我们是妙博士的小助理，我是永慧，我是朱颜。你们好。严医师，包装水是不是真的会对人体有所危害啊？对啊，因为这瓶装水其实就是塑胶，塑胶它有分很多种材质，有从1号到7号，像我们的瓶装水常用就是1号。它有写下面有写一个三角形，
有些一二三四五六七的一，就是一号的材质，它就是我们所谓的 PET。对 ，PET 它就是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。聚对苯二甲，这是什么？好难念哦。PET 它是一种塑胶材质，嗯，其实它很方便哦，它很轻，很稳定，而且带带去携带都很方便。哇，听起来 PET 还蛮不赖的。嗯，对，没错 ，PET 它蛮多优点，可是我们还要担心说，如果你每天都喝 PET 的水的话，这种矿泉水，我们就担心我们会喝到塑化剂。所以原因是宝特瓶真的会释放出塑化剂啊？对，而且塑化剂我们闻也闻不到，看也看不到。嗯，对。然后我们怎么知道里面有塑化剂呢？嗯，对，就是要透过检测。严医师带我们到长庚医院的检验医学科参观，里面有很多专业的医护人员正在为病人的检体做检验。这一台仪器就是可以检验塑化剂的液相沉析质谱仪。严医师说，虽然一瓶宝特瓶的塑化剂含量非常微量，但是积少成多，长期下来对身体还是会造成危害的哦。我记得啊，塑化剂不是会增加罹癌风险，而且还会影响内分泌还有新陈代谢。博士之前也有讲过，长期接触到塑化剂，女孩会导致性早熟，月经会提早报到，而男生会影响到第二性征的发育。对啊，很有可能，而且这塑化剂像瓶装总能塑化剂化，遇到高温更容易释出，而且不止小朋友哦，连那个大人也会增加癌症的风险，像乳癌啊、子宫癌那些都会。多好可怕哦！不过严医师，高温环境是指几度啊？总不可能有人把宝特瓶拿去加热吧？像这种我们宝特瓶，哎，顶多它耐高温到60度、70度。哎，可是哎，有时候我们的外面温度很高，比如汽车里面在夏天温度很高的话，可能会到哇70度、80度、90度、100度都可能。嗯，这时候哎，塑化剂可能就会释放出来，污染到我们的开水。惨了啦！我爸爸去加油站加油的时候，都会拿那个瓶装水赠品，为了方便就直接放在车上。哈，哎，那朱远，你回家赶快跟你爸爸说，改掉这个习惯，记得要拿下车哦。嗯，错，应该根本都不要拿。因为我们怎么知道说它宝特瓶在运送过程当中会不会有遇到高温，也可能会污染到塑化剂？对耶，我们不拿，他们就不会把瓶装水当作赠品，这样子就可以减少污染。嗯，没错，而且还有另一点要注意，因为有的宝特瓶像这瓶是透明的，但有些宝特瓶它是五颜六色，有红色、有橘色、有黄色、蓝色，任何颜色都有，就要吸引我们的消费者的目光。其实这个更要注意。哈，颜色也有差哦。有些颜色的话，早期我们国家都没管制好，有些颜色涂料像红色、橘色，有可能含有重金属铅，有些含有重金属镉。然后如果我们想说我们的宝特瓶就有颜色，万一它颜色涂料有重金属的话，我们喝水我们就把它喝下去了，我们就喝到这种有重金属污染的矿泉水。天哪，那如果真的不小心喝到含有重金属的水会怎么样吗？对，没错，要看喝哪一种重金属。那如果说那个瓶装水它是有铅污染的话，我们长期暴露到铅化，它有肾毒性，也会有神经毒性，而且长期当暴露也会有心血管疾病，这个痛风啊、贫血都会。那如果说它涂料是有镉的话，我们都担心说镉它会伤肾，也会引起心血管疾病，而且也会有一些骨头的疾病。那杯水呢？杯水有比较安全吗？杯水的话，哎，例如像我们杯水的话，它是三角形环保回收材质，是五号。所以五号它的材质就是聚丙烯，聚丙烯老实说它比 PET 它比较安全，它耐高温可以到120度、130度左右。不过你还想说，我们那么少的水就用杯水来装，其实它非常不环保。对哈，对耶。现在我们了解了包装水对人体的危害，这就可以拿来当成我们证据啊，再来说服大家不要使用包装水。嗯，其实自来水煮沸后就是很好喝的饮用水。何必花钱去买瓶装水啊？可是就是因为很多人都没有这种观念，而且还有迷思，看来我们要好好想想办法了。嗯。
对，没错。那地球和民众的健康就靠你们了。没问题。来看，来看，紧来看，凡来你就看一半。为着你的健康，为着你的钱包啊，为着咱美丽的地球，爱开你十分钟无？免。爱开你五分钟无？免。只要开你两分钟。快来参加我们的评水大调查，帮你身体健康，荷包不漏财。更重要的是，地球美丽又干净。紧来看。姐姐你们好，我们是大爱电视台呼叫妙博士的小助理。我们正在做瓶装水、包装水的调查，可以耽误你们两分钟的时间吗？好好，那请往这边走。快！哇，太棒了！快！那大概是多久会购买一次呢？有的时候一天就会买一次，大概一个礼拜吧。很少，还是会。应该是因为比较方便，比较方便，应该是方便吧。比较方便，比较方便。那请你帮我们试喝这两杯水。这里面有一杯是矿泉水，一杯是煮沸过后的自来水。你觉得哪一杯比较好喝？好像右边这一杯比较好。你觉得比较好喝的水其实是煮沸过后的自来水，一杯是矿泉水，一杯是煮沸过后的自来水，你觉得哪一杯比较好喝？这个。那你觉得比较好喝的是市售的矿泉水，也就是包装水，一杯是矿泉水，一杯是煮沸过后的自来水，你觉得哪杯比较好喝？都没有很好喝。好了，这一杯硬要选的话，这一杯好。你觉得比较好喝的水是那个煮沸过后的自来水？你觉得比较好喝的水是矿泉水，市售的矿泉水？你觉得比较好喝的是煮沸过后的自来水？你觉得比较好喝的其实是市售的包装水、矿泉水。矿泉水其实不一定比较好喝。对，因为市售的矡泉水检查出来有35%其实都是自来水添加的，所以你喝到的不一定是矡泉水。其实一度水是1000公升，单价花7.5块钱就可以买到了，比起你用20元去买一个600cc 的瓶装水，我们真正可以买到的水有2667公升的自来水，那哪一个比较划算？一定是这一个比较划算。你说是因为比较方便，它不一定是最方便的。你自备环保杯也不麻烦，而且现在越来越多地方都有饮水机了，像是捷运站或者是便利商店。经过这次的街头调查，我们发现其实大家不一定喝得出来白开水和包装水的差异。经过我们的解说，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开始选择拒绝包装水呢？以后还会去购买矿泉水吗？不会。我想我不会了。应该不会。会更少更少，应该就不会了。你以后还会再购买包装水吗？应该是会。好，没关系。那慢慢做，不要购买包装水，也是对地球尽一份心力。那至少资源回收的部分要做得非常好哦。谢谢，谢谢。根据调查，大家还是会习惯买包装水，原因大部分是觉得比较方便。对啊，他们觉得比较方便就去购买包装水，可是带个环保杯也不会花你多少时间啊。还好有两个姐姐拒用包装水，希望这样的人越来越多。而且他们还答应我们要把拒用包装水这个观念推广给更多人知道，真是太棒了。
永惠助演，那你们包装水的调查结果怎么样啊？博士，调查结果，民众购买包装水的比例还是不低，可是每个人购买的理由都不太相同。有些人觉得是因为方便，有些人是觉得可能比较干净好喝。但是大部分的人都无法明确地分辨出包装水和自来水的差别，所以包装水比自来水好喝的理由不成立。至于方便，台湾的便利商店密集度是全世界第一，而且还是24小时营业，所以要买到包装水的确太容易了。相较之下，要找到饮水机好像比较难。不用担心啦，这个问题呢，可能很快就会被解决啦。真的吗？是啊，台湾环境资讯协会呢，在今年世界水资源日的目标呢，就是要让大家随心所欲，谁想喝就喝啊。什么意思啊？他们想让自己带环保杯的朋友呢，可以很快速的找到补水的地方啊，所以呢，他们正在建立免费饮用水的地图啊。哇，自备环保杯，告别包装水，这活动也太有意义了吧。那以后包装水比较方便的理由也不成立。没错，不过包装水比较干净的理由，这个要怎么反驳啊？这更简单啊，因为环保局呢，它每个月都会定期去检验这些自来水啊，而且呢，自来水处呢更是24小时呢连续的监测，所以呢，比起那些有些呢那个包装水那个水资源从哪里来都不知道的，自来水呢更会让人安心啊。说的也是，我们能够呢很方便的取得这些干净的饮用水呢，我们真的很幸福哎。你们知道吗？地球上呢每天大约有3000名的儿童因为呢喝了这些受污染的水而死亡哦。好可怜哦，所以包装水还是可以使用的，可是应该要送去那些水质比较不好的地方。是啊，我们呢能够有这些干净的水呢可以饮用呢，我们要心存感恩，而且呢我们更要珍惜这些水资源哦，不要让这些包装水呢变成地球的负担哦。没错，赞了。不是，你看这个是我们调查的。瓶装水喝掉你和地球的健康，没事多喝水，多喝水没事，但如果喝的是包装水，你和地球的健康就很有事。包装水从制造、包装到运送，不但消耗能源，还制造大量碳足迹，喝完的空瓶更成为地球的负担。台湾人爱喝瓶装水，每年消耗瓶装水空瓶可以绕台湾223圈，地球6.3圈。但是包装水保存不当，会释放化学物质危害人体哦。爱喝包装水的人认为包装水比自来水干净，但你以为你喝的包装水真的来自无污染的山间小溪吗？其实它很可能只是你家的自来水。包装水不环保又伤健康，请大家随身携带环保杯，支持饮水机的设置，拒绝包装水的贩售。